金庸先生的武侠名著《天龙八部》中塑造了一个为了复国而发疯、可悲又可笑的江湖家族姑苏慕容。不过除了命金运庸的安排之外，姑苏慕容自己也却没有复国的眼光。在《天龙八部》第43回王霸雄图血海深恨金龟城图中，慕容不表示姑苏慕容将兵发山东，与大辽呼应，不灭大宋。但慕容博选定的起兵造反地点却存在大问题。首先，虽然金庸笔下的江湖人物可以周游天下行程万里，但江湖组织团体都是有明确地域性的。比如《天龙八部》中的少林派，丐帮的势力主要在中原，中原以外的影响就比较小了。姑苏慕容的大本营位于苏州，势力主要在江南一带，所以才有北乔峰南慕容的说法。整部小说中从来没提到慕容家在山东有势力，将山东作为造反目标的慕容家自然也就很可笑了。其次，从宋辽的地理位置来看，如果辽军南下灭宋，山东必然成为辽朝的地盘。那么兵发山东的慕容家最多只当个从龙功臣，连与大辽谈判要地的实力都没有，何谈兴复大业。兵发山东的选择充分暴露出了慕容家根本没有政治眼光，兴复大业不过是个妄想。可慕容家却为了这个妄想在江湖上制造了无数悲剧，最终自己也崩跌灭亡。